希望今天呢，我们所有市民呢，都能够借由假日呢，享受最愉快的假期。所以运动不只会健康，头脑更发达。我们希望这个派对的运动呢，能够继续的办下去，使得大家身体更健康，那么事业更发达。运动的人会更健康，所以学业会变得更好，所以永远。健康快乐，好不好？好。